看今天台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一如。本土疫情又拉警报了吗？高雄在今天一口气暴增了13例的本土个案，那么其中11例是同属同一间化工厂的员工，现在怀疑呢蓝领班可能就是指标性个案。我们稍后会有完整的报道。不过今天新闻开始，我们首先就要带大家来聚焦这间化工厂哦，它是属于职场群聚。那么除了这11名员工以外呢，另外2例则是员工的同住家人，这里头还有高中生。目前学校紧急停课，而这起职场传染感染源不明。先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员工，因为出现了症状，以为是普通感冒就医，快筛才发现确诊。其他的员工紧急框列裁剪。目前初步的研判，60多岁的男领班是指标个案，因为他早在3月17号就发病。至于他到底是被谁传染的呢？目前还在追查当中。学校操场，大批师生穿着防护衣，背行李走上防疫巴士，送往集中检疫所。因为传出有学生确诊，下午紧急停课。今天高雄市总共有13位，该职场有11位，另外的2位是这职场这个群聚事件的同住家人。学生被家长传染，追溯源头，原来是一间化工厂发生群聚。根据了解，确诊的11人平常工作场域在2楼，是开放空间，有些作业员会在3楼一起吃饭休息，疑似因此染疫。其中一名60多岁男领班被怀疑是指标个案。发病日是这里面最早的，是在3月17号。化工厂员工确诊，再传染给2名同住家人，目前感染源都不明。特别的是，确诊的13人里有10人已经打过3剂疫苗，属于突破性感染，大多是轻症或无症状。我们总共教职员工学生总共是2413人，809位在检验中，到现在没有确诊个案。疫情烧到隔壁县市化工厂，其中一位员工就住在台南，2个孩子就读的国小国中紧急宣布停课。另外永康区也有一间国小，因为和确诊者足迹重叠也停课。目前台南已经有3间学校先实施线上教学，避免疫情在校园里扩大，全力阻断传染链。据台南高雄做报道。